今天那个舞的话差不多了吧？啊，那个舞，我只知道现在肚子真的超痛，今天练的那个东西我服了。快快哦，就是那。成功艺人要哪些要素？可以啊。好的，现在反正学一下，学一下。都没有。看一下吧，看一下吧。反正我什么要素都没有。说不定可以看到自己的偶像。找到自己的声音了，太棒了！哇，加油！我的妈，那个丑，我什么字号？报名字。亲吗？皮皮。要松开。晃脖子。哦，他是哦，在说偶像剧是吗？哦，自己的特色，你们想一下，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特色？用肢体表现出每个人。每个人的特色。嗯，反正 Daniel 就很明显，就是跳舞进来那种感觉。哦，那我也可以甩脖子，就摇脖子好，就摇脖子，就摇脖子。Evan 就。Evan 俯卧撑。俯卧撑也可以啊。我倒立走起来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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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他就比棒吧，是比棒吧。大家好，我要吃，大家我要吃，这样子。这是2019年最新。2019年，他会引领潮流的。然后Jonesy 的朋友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拿道具，给他一个卷发棒吧，可以吧？我实在是想不到，我现在脑子已经一片空白。我们试一次吧。哦，对，你可以假笑那个。Oh yeah！ 我想起来了。可以吧？我觉得 ，Oh yeah，I know。我是很开心那种，然后我就。get 到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没有。行。四个人集体走啊！我们要再走一次。准备好了吗？预备。好。三，给我个口号，我得三二一。Oh no！ 你踩到我的手了，我踩到他了，我们可以再来一遍吗？喂，我都在前面已经在做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对不起，我踩到他了，来。我多做一次假笑，就会多长一根鱼尾纹。好，三二一，走。啦啦啦！好累啊！天啊！当做没发现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第二个，好，得有人会空翻。哦哟！是谁啊？OK， 下一条，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。他俩吧，他俩应该他们俩可能会吧。因为我们俩就是咱们，我个子比较高，所以那个重心比较。对对，我是因为个子就是太低了，所以就不适合。好可怜。所以他们就要空翻吗？均衡。来，这个空翻是我跟罗杰学的。啊，你真的会啊？真的会。罗杰教了我大概一个多月。Roger， 罗杰。你这东西学会啊？我也会啊。大概就这样子，空翻。我给他表演一个空翻。我给他，我们也给他表演一个空翻。他是真的会吗？我真的太嫌弃你了！天哪！要不然做一个吧。要不然做一个。哇哇，好厉害！太棒了，哇！好想学习。大概就是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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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
你哎呦呦，眼镜飞了我。我还买一次，我也笑到喷麦。当我没说过。对，他是我们这里唯一一个能够学会空翻的人。下一个，调动热情。兄弟啊！哇 ，Freddie Mercury， 哇，这不是。9万人场，我刚才甩了个话。我们现在可以直接，我们这歌反正也会唱，我们可以直接来开个演唱会，我们可以直接来开个演唱会。有个主唱，有个鼓，有个鼓。咚咚啪。好，你当主唱。然后我再。哎，那你等会就可以像。我当键盘手好吧？舞王的感觉，大家都要嗨起来，就是不要让他冷场。